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今天是清明节，那清明时节雨纷纷，我们这是常说的。结果在我居住的地方下大雪，下了大概得有十几个小时了。那在这个时间，四月份有下雪，但从来没见过，我出来这么多年没见过下这么大雪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切有着说不上来的味道。在香港的电影节，最佳电影给了《十年》这部影片，而这部影片描绘着未来的十年，从2015年到2025年，香港将会发生什么？直接抨击的中共在香港的邪恶的这种影响，在十年之后，香港将变成什么样？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它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内涵，在我的眼睛里就是很简单：你坚持人性的，你就认可今天十年的结果；你坚持自己利益的，那你就认为它是政治。在我眼睛里就这么简单。昨天有个大的事件出来，叫巴拿马文件。巴拿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经营40年，结果在一年前开始，他被人把内部文件泄露出来。最早拿到相应的文件是南德意志日报，那通过一年时间的整理，揭示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国家级领导人和他们的家族、电影明星、体育明星，他们为了偷税漏税，在海外建立离岸公司，那涉及的人非常多，而且非常具体，包括今天冰岛的首脑，包括今天乌克兰的首脑，那具体他们自己本身的可能偷税漏税的行为。而在澳大利亚，已经明澳大利亚政府根据这份文件已经明确表示要追查澳大利亚公民在巴拿马文件当中被提到的名字，他们所有的税务交税的情况和财务情况。所以这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事件，而现在被披露出来的与中国人有关的名字，习近平的家族、习近平的姐夫在上面，李鹏的女儿李小林的名字在上面，贾庆林的孙女名字在上面，成龙的名字在上面，薄熙来的老婆博古开来和他法国的情人的名字在上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很特别的时辰拿出来。所以因为这件事情非常大，我们先看看西方媒体对他怎么评价。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页面，它就叫巴拿马 Papers， 就巴拿马文件，这是它原始网站当中登出来的。因为它有上百万份文件，涉及的人非常多，涉及到全球范围内的人，所以被看作这是历史上截止到现在最大的一次秘密文件的泄露。而这家律师公司在过去40年里就是帮助世界各地这些有钱的人来建立离岸资本，建立离岸公司，来隐藏他们的财富本身，帮助这些人隐藏这些财富，据说涉及到上10万人以上的人名，据这么说的。那因为具体的原因呢，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份文件本身的梗概，这只能叫梗概了，因为所有大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BBC 的报道， BBC 的报道讲说，机密文件暴露出世界各国权贵如何隐藏财富，这不是一个针对中国的，这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拿出来的东西。但是它的时间性很特别，2015年初开始，这些记者、这些相关人士开始处理这些文件，
而有关立案资本的事情，我们知道在2014年初1月24号曾经出现过。那当时出现过的有关文件的披露有着类似的操守做法。一家名为叫做冯赛卡的法律服务公司泄露出1100万份机密文件，文件显示他们是如何协助他的客户洗钱、避开制裁以及逃避税负的。而这家公司自己称无可指责的执业了40多年，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刑事起诉。被披露的文件当中包括72名前任和现任的国家首脑，那其中也包括被指控盗窃国有财产的独裁者在内。南德日报首先拿到这批文件，而全球大概有78个国家、107家媒体已经拿到了这份文件。BBC、英国的卫报是其中的2家，而 BBC 并不知道消息来源提供者的身份。而这家拿到文件调查机构的总干事，这个人叫莱尔，他说文件覆盖了这家律师公司过去40年里的日常经营范围。我想这一次泄露也许会证明是对案外企业历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击，因为文件里面披露的程度相当高，这里面包括了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叙利亚现任总统阿萨德家人及其心腹有关的秘密离岸企业。而最先提到的是现在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普京用他亲密的朋友的名字，那他在涉及到的离岸资金的本身超过了10亿美金，所以在西方社会比较集中普京本身。另外一个比较直接涉及到的就是冰岛，冰岛的现任总理，那在该国的政府援救银行行动中有着未申报的利益，那就是冰岛现任总理的夫妇涉嫌隐瞒自己的财产和赋税，那这是犯罪的。而这家公司在有关文件被泄露之后呢，他表示说一直遵守国际规定，确保合作成立的企业不会被用来作为逃税天堂，用来洗钱，用来资助恐怖组织或者其他的不法行径。所以那这件事情的揭露呢，同样就把这家公司就给推出来。所以因为这件事情被揭露出来仅仅几个小时啊，10个小时吧，还不到一天呢，所以我们将会看到后面的时间里面就会揭示出更多的详细的内容。那因为在西方社会当中直接被揭示出来，包括的普京，包括冰岛的总理，包括乌克兰的现任的总统，所以都是现任的首脑以及他自身的建立离岸资本的涉嫌犯罪的行为。而在中国不是，中国涉及到的是现任领导人和过去领导人的家属。德国之声的报道这么说的，巴拿马文件之家属藏富的中国领导人，那这里涉及到习近平的姐夫李鹏的女儿贾庆林的外孙女，那以及我们说过古开来的法国情人。那我们知道薄熙来出事之后曾经在法国尼斯提到他有一个别墅，对吧，提到一个别墅，而那个房子是古开来与一个法国的建筑师有关，是那个建筑师帮他买的，而那个建筑师的名字在这一份文件上。而这里比较特别提到就是那家叫做冯赛卡的律师事务所，他的网站上提供3种语言服务，英文、西班牙和中文。在中文的介绍当中说，如果您需要最合适的信息关于注册离岸公司，
我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将成为你最好的商业盟友。该公司提到的优势之一是机构保密，技术不断升级。而这家公司在中国的大连、杭州、宁波、青岛、上海、深圳、济南和香港都设有办公室。那我们现在看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里面让人们瞩目的，那就自然会是看到了习近平的身影，因为他过去的反腐的一系列的动作、一系列的行为，那在这一份文件的披露之下，就会显得极其的特别和尴尬。当然，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当时那一次立案资本的时候，也提到了习近平的姐夫。那而当时我们看到的相关的文件，就是习近平在他成为主席的之前，已经要求他们把所有的这种他们的财富都转移，或者所有的财富他们拥有的股票都卖掉。那是我们当时看到的内容，对吧？但是今天呢，又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很简单，作为反腐的主要的倡导者，一个手段的过程中，你不能走向亡党的时候，那你党中中国共产党被你反腐打下的官员，当他今天看到这一份东西的时候，他会跟你死磕的。所以这就说的，我说的反腐必将亡党，不是你想不想走，是命运逼迫着所有其中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命，你只能抛弃中共。今天你还抱着中共的时候，你会看到与共产党紧紧相连在一起的各种势力彼此厮杀，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这就叫命运，这就叫天意，这就叫时辰。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